指李纯然里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李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谈闲，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谈情消遣。理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曰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境，尽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至位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
上升则为天。漫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occ/occ-2/。意图象极，生化五万点。JPG。天既成，地既立。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已齐备，这就是象天，亦称作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一齐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拆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凡。于是老母娘每次拆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九，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持旗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持，好让大家一起来起早，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
耳重等速东奔莫要再恋老母娘，因为要与众缘胎佛自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李天之书是自在。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若把天一先邪教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掉魂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渡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寂性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有疑悲声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与皇缘。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从此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湿名利图煎熬，安的闲鱼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享而再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六万。